全台大缺蛋，新竹县琼林乡的超市、农会以及市场就出现了抢蛋人潮，蛋价不仅涨了一倍，更是一上架就被抢光。原来是全国禽流感蔓延至今，导致母鸡无法生蛋，县内产量又不够供应，引发了蛋黄。 来到超市，架上空空如也。民众一早来买蛋，却只能露出失望表情。琼林乡缺蛋状况已经有两周，包括卤蛋与鸭蛋也都陆续缺货。来到农会门口，就写着“今日蛋已售完”。你看我这菜篮里买不到蛋，只有青菜、还跟肉。那蛋的话是很需要，小孩子也是很喜欢吃。番茄炒蛋啊蛋炒饭都需要蛋。那我最近一直往市场去买。 都没有蛋，然后五年啦，前年啦，旁边也是蛋已经售空了。以琼林乡来说，哈，我们的鸡蛋呢，其实是一上架就会马上被抢购一空，等于说只有就是少部分的民众可以买得到呃鸡蛋，那大部分的民众是呃都在找蛋的这个状态。 买蛋太不容易，只能改买咸蛋、皮蛋，或是买豆制品增加蛋白质摄取。一周要用超过一盒蛋的古小姐就说：“跟上个月相比，市场蛋价最近成长了一倍。农会限制每人只能买一箱，不少人就到超市排队疯抢。”实地来到县内的鸡只养殖场，由于前年蛋量过剩，全台淘汰一波母鸡，再加上去年蔓延的禽流感影响升值。 全国有三百多万只母鸡不产蛋，新竹县产量也不够供应，才导致蛋荒。蛋鸡场的话，哦，数量也不是很多，我们新竹只要十几万只而已。但我们新竹县的人民有二十一万多人的话，哈，来供应我们县内很不够的，还是要靠外县市进来。外县市进来的部分，不管因为外县市已经目前已经缺蛋非常严重了。 但进入我们新竹县可能有点问题。这个蛋荒的话，其实也大家不用去抢蛋或者囤鸡蛋。这慢慢我们天气一回暖以后，我们会可能会慢慢的来回稳。每天喷洒雾化消毒液，全密闭自动化管理，防止传染。新竹县目前是这次禽流感零感染的县市，但日产只有九万颗蛋，还是要到外县市买蛋与弃养，只能等夏天转热杀死病毒。 鸡蛋才能慢慢恢复稳定供应。